我们诊断结石的方法有很多，有些是辅助的，有些是帮助我们确诊的。辅助的方法比如说有触白试验，也就是说在这个我们怀疑为结石瘤的瘤体表面涂上一层5%的醋酸，局部会发生乳白色的反应，那么这种情况能够帮助我们初步的筛选是否是结石瘤。但是触白试验并不能确诊结石瘤，结石瘤的诊断或者叫做确诊应该依赖于病理诊断，也就是说我们在切除瘤体之后通过病理显微镜下观察看到了结石瘤的一些特有的病理变化之后，我们可以确诊。另外一个，我们可以通过病毒的检测方法，在取得瘤体组织的云浆之后，用特殊的方法检测 HBV， 如果在瘤体里面检测到了 HBV 的存在，也有助于我们确诊结石瘤。